今天我们所生存在这个社会，在这个地球上，遇到一个大变革的时代。这个时代对修行人来讲，看你怎么用法，你用得正好事，用得不正坏事。 怎么个用法呢？心要正，你就用得正；好事，在这个大灾变当中，你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怎么不是好事呢？用得不正，你有恐惧，你有不安，那个麻烦了，你到三恶道去了。 那就是坏事，是好事是坏事，不在外面，在你自己的用心，各个方面，许许多多灾难的信息，有同学告诉我的时候，网络上非常非常之多。 我们要不要去看呢？不必要。为什么？看那个没用处，没有利益。你知道那么多，你烦恼就多了，你心不会定下来，通通不看，不闻不问。好在这些灾难，如何应对化解？ 就一句总的原则，叫我们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就行了。 我们还有寿命，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就走的。灾难过后，你还是会留下来。如果命该如此，有共业吗？在这个灾难跟一些人一起走，虽然一起走，每个人去处不一样，我的去处到极乐世界了，大好事情啊！